我叫苗立贺，原本后日六月十五，卸任的马总统、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呢，要到香港去做一场公开的正式演讲。在向总统府提出申请之后呢，昨天总统府做出最后的正式决定，驳回。当然，用"禁足"这两个字有一点小小的戏谑了哈，因为其实是出国才需要申请，但是相当程度也真的是被禁足了。为什么小英要禁足马总统呢？是两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背后有更大的这些，包括说国家安全、国家机密有泄密之余，又或者是说，其实两个人在争的是接下来两岸关系的话语权，或者是叫主导权。如果现在是蔡英文总统一手抓住两岸之间，不管是要所谓的解开僵局，或者是说要继续冷对抗的这样子一个节奏感的话，马总统自己有一点类似自走炮式的跑到香港去大谈两岸定位、两岸关系，是不是这是蔡英文政府所无法接受的？今天要来谈一下，为什么昨天总统府要否决、要驳回马总统到香港的演讲的这个申请，以及驳回之后在政治上会引起什么样的波涛？两岸路线因为双英之争又代表未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关系？先来介绍今天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郑世伟。新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人红是非多了哈，前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杨伟忠。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陈金兰。大家好。先来看看马总统在知道说，喂，不再掉 K 呀。马总统说呢，这件事情社会自由公平。他问了三个问题要问蔡英文总统。第一个，这样的决定合理吗？第二个，这样决定公平吗？第三个，这样决定有必要吗？我们来看看。身穿蓝色 polo 衫和运动裤，一早准备出门运动。前总统马英九十五号说要到香港演讲，一号向总统府提出申请，府方十二号以卸任不到一个月、有机密和国安等四点理由驳回。马英九三问总统府。到底这个决定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理？全国人民都在看，我相信社会也自有公平。马办强调，这次当天来回只停留七个小时，高度自我约束，还被质疑有泄密之余。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强调，香港算是敏感地区，马前总统是刚卸任的元首，身份特殊。马前总统他是刚卸任的国家元首，当然他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有他的特殊性、重要性跟机敏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香港它算是一个敏感的一个地区。陆委会把香港当作敏感地区，引发国民党立委批评，更质疑张晓月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没联系，两岸关系才会陷入已读不回的情况。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去试着做一个联系？为什么？首先，当然，因为马前总统的身份哈，跟一般人不一样，你不用再重复，因为你从头到尾讲身份已经讲十次了。民进党立委认为，依照规定，现任元首出访前20天就要提出申请，可是马前总统15号要出国，1号才提出，明显违法。国家机密保护法施行细则第32条就规定，他要20天以前就要提出申请，他有没有符合这样的规定？有没有？看就法律的这个条文是没有。对于马英九无法出席，香港主办单位亚洲出版协会计划改用视讯演说，马前总统也同意以录影的方式向国际媒体为台湾发声。记者林希晨、博玉、陈嘉欣、张子嘉台北报道。介绍第四位特别来宾是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赖宜中赖老师。赖老师，大家好。泄密这件事情，这个理由真的够充分吗？其实如果说提到泄密，一方面是说到底对这个例如说马总统、马前总统他有没有信任感，当然这是一回事，可是另外一个是说那个如何保障让马前总统他不会陷入一个比较可能会处于要被泄密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考。我这样讲就是说，当然那个有关于这个决定啊，我相信有很大的成分是跟香港这个地方它的这敏感性有很直接的关系。OK， 但那这个敏感性其实并不是完全就是说，例如说总统府他不信任马英九，好等等，而是在于说那个当到了这个香港这个
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如何保证我们前总统他的一个安全？你要如何保证我们前总统他在那个地方所处的环境里面不会遭遇到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那个不友善的一些的那个状况？好，而且你现在是担心马总统泄密，还是担心马总统的人身安全？这两个其实是同样，虽然是不同的逻辑，但它都会导致到就是说，认为马总统到那边去是不合适的一个理由。OK， 对，然后再来，特别就是说哈，以这个马总统他人在这个香港的状况的时候，照讲啊，我们如果说一般对那卸任元首的话，我们是不是会要求起码对卸任元首要应有的一个卸任元首的尊重？当然，这国际礼仪嘛，当然，好，要把他当成一个元首来看待啊，要把他当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啊？那在这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我们国安的人员要到那个地方去？他的我们讲 security detail，、okay. 是不是要到香港那边去敞刊？ Uh-huh. 是不是要到那边去了解所有的动线？ Uh-huh. 是不是要到那边去知道说对方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Uh-huh. 是不是也要跟香港的那边的那个单位的人要互相通气沟通，知道说他们可能会什么样的处理嘛？对不对？ Okay. 这些东西都实际上都不是说是马英九自己个人，他例如说他提出来他的一个想法、他的看法， uh-huh. 然后他甚至可能他觉得他把他讲稿都交出来以后，这能够解决的哦，所以这中间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有关之间沟通的一个过程，这边要去处理。所以当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可能外界会把很多的重点在于说，是不是马总统这个人会不会泄密啦，哈，或者是说他以他这样高度敏感性的人，人到香港那个地方去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我觉得比较大家没有去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一个卸任总统，他出去，好，就算他当然不是总统，他是个平民，可是他还是个卸任元首。卸任元首要一个卸任元首应有的尊重，还有应有的规格。Uh-huh. Uh-huh. 那我们要怎么去保证这个东西？如果说作业时间完全不够的话，或者是说跟对方我没有办法确定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我们怎么会鼓励他过去？虽然已经卸任，但马总统所代表的不是只有马英九自己，他相当程度也代表了这个国家。因此他如果在那边香港那边呢受到所谓的不平等或是不合当的这样子待遇的话，不止马总统没面子，台湾也会跟着没面子。可是这真的是蔡英文所考虑的点吗？我们来看看总统府的四项驳回理由啦。第一点，马总统卸任才不到一个月，520才卸任，然后马上6月15号要去香港，相关机密仍有高度保密的必要。第二点，马总统任内经管接触的国家机密到底有多少，我们需要时间去厘清。第三点，香港属于高度敏感的地区，风险很难管控。第四点，国安局跟香港合作并无潜力，那这个案子时间紧迫，台湾方面不容易跟中国大陆还有香港充分的协商。那这几点当然马总统都一一的反驳了。可我先请教世卫兄，可能看这边至少有两点以上都是在谈会泄密啊。那总统本来国家机密保护法就是需要卸任之后需要再跟总统府申请嘛，泄密这件事你怎么看？庆总，我这样子讲哈，92年国家机密保护法制定了之后，那我们不管说是卸任的元首，或者是卸任的政务官，乃至于上任的政务官，大家都在国家机密保护法的约制范围。当然。所以说，你如果以卸任的来讲的话，它是3年，有的2年，有的1年，看机密机密的一个程度。那今天你讲说，马前总统他卸任了之后，他要跟原单位提出做申请，那原单位你要来做一个这一个考量。那可是如果说以国家机密保护法，大家讲说，哎，我考量啊，那考量的，我会觉得讲说，你身为国家元首，你做八年的总统，啊，你今晚哪去香港的时候，这个敏感的地区，那你会不会有可能泄密？那我们就讲，国家机密保护法不是讲说你有可能泄密，然后我不让你去，国家机密保护法是把它约制了之后，你这些人你要去了之后，你别再泄密哦。嗯，啊，你那企业时阵呀，你那泄密，邓矮，你应该要怎么样子利用国家机密保护法来做一个这个以法论法，来给他做这一个刑法的一个求这个追溯就对了。但是今天马总统他今天按照的规定，他提出了申请。首先你会觉得讲说，哎呦，他还没卸任到一个月，以时间来讲的话，当时也有人讲说国家机密保护法20天呢要提出申请啊。可是马前总统他就讲说，当时在94年陈水扁总统的任内的时候，当然我刚刚就讲不是只有适用于总统，是包括了所有卸任接任的这一些人员，他们都有原机关他们的一个约束条例。
那马总统那第十三任的一个总统副总统的那个约束的条例是引咎于这边哪个？所以说这边以内这个机关来论的话是十五天。好了，那个时候提出申请的时候，各方的舆论甚至于立法委员大家都讲说啊，一百三一波告诉给。但是你府方那个时候就讲说，不是十五天或二十天的原则。哎，他说不是时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核定你掌握的机密的程度有多少。你去的时候会不会泄露的机密？然后你要见的是什么人？那我今天就讲，如果说以这个规定来目前来讲的话，所有适用这个准则来申请的人没有不过的哦。卸任了之后，你申请讲说要出国的，某一路公轨轨哦。但是马前总统这是第一件不能过的。那你今天讲说还不到一个月，那今天马前总统就讲了。李登辉当时2000年卸任的时候，六月下旬也去英国啊。哎，就那都不换。没有错，信中你们一定会觉得讲说那个时候没有国家机密保护法，但是你还记不记得马总统提出申请的时候，大家都讲说，哎，阿里多加鲁林伯加瓦古的时阵，你俩拢无替国家小心的，赶快的道理。马英九做八当，李登辉做十二当。李登辉鲁林的时阵，他为什么没有替国家想一下？然后他到英国去。事实上，如果要泄密的时候，不要讲香港是敏感地区，美国、日本、英国，全世界你到哪里去？甚至于以现在的一个高科技来讲的话，你要泄密太简单。不过刚赖老师说，除泄密只是一个了，其他还有一个对等，以及国家要相当时间的准备，跟不管是香港或对岸去做协商。我就讲了。你讲说时间不是问题，起码耍雷立功，你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哎，你这样子让国安局跟香港没有这个接触，然后对你这个前任的一个元首，那这样维安会出了问题。马前总统也讲啦，过去我们跟香港，我们这个警务机关，我们警政机关都有跟他们做接洽啦。今天我恭喜国家几台是白甲白啊你啊，今天的权限是在你总统蔡英文总统的一个任内，我们都尊重。你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你给他驳回。可是我们看到了你的一个政治高度，哇，原来是这么低啊！你今天你单追兵的时候，你哎，你也当回做包厢。当时我们还在研究这个矫正署中间所提出来的，为什么陈志忠跟陈昭之他们一直讲说，哎，一点没告回牛皮哦。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你们已经沟通立了一个巧门，你当回牛兵爱包厢，你是钻法律漏洞 OK 的。可是你要对什么？你要对你689万票的一个选票，你要来做一个承诺。但是今天马前总统、社会舆论、包括绿营的人士都不让他去。你今天如果让他去的话，你会成为众矢之的。既然马总统会很委屈吗？马总统会不会很委屈？应该从这整件事情来看，我想，我认为马英九总统几个面向放在人性来看，他对退休不适应。我的意思是说。原先都坐到总统的位置，每天很多的行程跑，那因为他在政坛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卸了任以后，在家里跟内湖办公室里面其实很闲，所以你出去你看他在脸书上大概只有64，然后有61这个提出申请，然后马上冲下这个新隆路的寓所给人家采访，然后再加上今天下大雨，他还是要出门，然后去做一个回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文德女中的那个毕业典礼，我爱你那个场面。也就是说，我要说的是，就人性来看，酒店关门人要走这件事情不太容易，因为常在权力高峰，这是人性的第一面。忍不住孤独这样子。对，第二个。他有很深刻的政治追杀这件事情，就2008年的时候，怎么样对付陈水扁？那个氛围在现在的当下，其实有反扑的情势。他在卸任之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断的在谈这件事情，政治追杀，政治追杀。那因为身上也挂了150个案子，后来厘清只剩下24个案子。那再加上绿营不断的去按铃，申告要给他禁管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他知道当时2008年他怎么去处理，陈水扁的那一块。那现在他自己应该也非常大的一个不安全感，所以我认为他必须要站到战斗位置。那在那战斗位置的今天看到的香港，刚刚在谈的这一块，请问没有中共的默许，香港会给他去吗？请问这个邀请函会同意吗？嗯哼。如果你认为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区，那这个桥段应该中华人民共和国默许吧？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默许，某种程度上也是试探蔡英文呢、啊，是不是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整个的对于蔡英文来讲，他在面临我用试炼好了，考验好了，
那他必须要做出处理。你去看整个事情在这个发展当中，六月一号其实蔡英文、黄崇彦出来讲是开放的、乐观的，记不记得？后来整个政治情势改变，他才开始改口。那个改口到今天，你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四点，那个第二点里面，所谓的公文这件事情前面有铺垫。你去看罗志镇，你去看王定宇，你去看蔡依云，他们开的记者会当中说了，他拿了300份的公文，我认为不是 无地放矢。他跟你那个第二点是连在一起的，就他是不是要写回忆录，带了很多东西回去？我想某种程度上，我相信那个可靠消息。那这里面的铺垫就用了一个方式，叫做公文。这个交接的本身太粗糙。那个时候唐有讲 A4， 有没有讲 A4 一张纸就做了交接？所以这里面他用了第二条那条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线索，那个线索你每次出去都要我同意，那你现在还有很多的公文没有查清楚，所以我认为他像是被紧箍咒紧住了。那为什么他要处理我刚前面讲他为什么要出这个招，他为什么要去香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要有一个动能，这个动能就是激起蓝营的愤慨。那蓝营的愤慨的时候，他某种程度上面对以后未来的司法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位置。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蓝营的不满。你不是说要和解？你不是说要和解吗？怎么搞到现在还是在搞这个状况？这哪是和解？他怎么可能泄密呢？香港这么多人紧盯着，这么多人在看着，怎么泄密啊？那上个厕所，你告诉我他怎么泄密？他中午去，晚上回来，7个小时怎么泄密？你讲的根本不是理由，你根本就是要故意在这里面羞辱这个前总统马英九。大概他就会站在各自的对立位置上去处理这一块。所以我的看法是，在整个事情上面，马英九总统做了最好的一个盘算，他是个法将。所以他对于国家机密保护法，对于他禁管3年这件事情，他非常清楚。那他所以才会去另立了一个第13任总统、副总统什么什么什么的办法。他呢，因为他有一个其他，那个其他可能他的其他的意义是说，比如说今天某国元首突然过去了，那他是他的好朋友，他必须在一定赶快要办个时间进出门，那个是他那个其他的那个可能性是在那里。他留了一个其他的可能性，可是他在这里面告诉你的建议办法，第13任总统、副总统怎么出国的建议办法，他对于整个法必须要经过总统府同意，他对于这整个思考全部清楚，因为他是个法将，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告诉你说，这一切都是蔡英文准播，他也讲得很好听。可是他到最后，你看他的态度，今天出来有没有不甘愿？有不甘愿。所以这一盘算的盘算里面，他当然想出门。除了这次以外，他一定走国际路线，他不会走国民党。现在有人家说回去再搞国民党党主席什么，他不搞这一个，他用现任元首四处都可以去。所以大家看到了，说前面是不是要去新加坡，后面还有相关的邀请他的，他都会来去。所以他要走的是现任元首，他的现任元首已经比他的党主席还要更大的一个光环，他要去走国际路线。这一切都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蔡英文否决了马总统的申请案，不正是中了马总统的意，激起了蓝绿的对立，激起了蓝营对马总统的同情以及所谓的激情？蔡英文是这样想的吗？他是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前面有讲到，今年的六月不平静。还有一个陈水扁，你知道陈水扁为了他这次保外就医，然后去这个凯达格兰基金会找了柯建铭协调，从5月18号他就直接递了申请，还跟这个矫正署跟相关人等说他要出门，然后中间经过了很多的协调。我们在去之前，你知道陈昭之一直在电视节目跟我们沟通，他一定会去，一定会去，一定会去，大家都觉得为什么会一定会去，后来才知道那个三步。蔡英文直接自己告诉大家，他在中山女中的时候告诉大家，他要走一个平衡木，他的平衡木是平衡各两边。那当陈水扁说马放我，蔡抓我，不自由无宁死，这个是掐着蔡英文的脖子，然后去到了那里给他一个小包厢，你知道他回呛什么吗？他说马可出国，扁不能到台北参加参会，只能在小房间里面密会，跟老朋友见面不能到大厅，请问这样合理吗？我刚刚讲都是 OK 新闻的画面的 line，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蔡英文的两岸绝对不可能让马英九主导。那在蓝绿的平衡当中，他在这里面虽不满意，那顺孤意逆少意，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平衡，那个平衡叫平衡木。那真正能不能平衡，那就关关难过关关过。不过伟忠哥也不能说，因为你最近对国民党有比较多的质疑，就叫你来当公道伯了哈。可是我想问的是说，这件事情马总统委屈了吗？或者是其实蔡总统是被掐住脖子做出来所谓的不得已的依法决定？其实这个事情当然。就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层面，因为大家其实讨论了非常非常多这几个礼拜以来啊，那从北京的态度，从马跟扁的比较，从蓝营的考虑、绿营的考虑了哈。那当然，其实政治层面说不存在是骗人的嘛哈。但是其实刚才以中副局长提到一个，就是说他是我们前总统，他需要有一个一定的规格，这个规格其实包含很多层面啊，可是。马英九这次去，就算真的去成了，其实注定不可能用所谓中华民国前总统的身份去的。这个东西对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冲击。其实，北京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透过他外围的媒体，其实已经讲了，给马英九画了一个底线。他给蔡英文画的底线就是说，蔡英文希望你准他去，可是给马英九讲的是说，你不能去谈战中，你不要去谈普选，你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很敏感。总统的身份很敏感，这是建筑文字中国评论的快讯写得很清楚，这已经是给最早在政治上出招，北京很早就出招了，已经框限住这个东西。在这个情况下，马总统去是不是真的对他好，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但是在这么多的政治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法律来。所以我觉得总统府现在这样子就法律来解释或法律来谈，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政治永远讲不清的。那我觉得恰恰好在法律这个议题上，一直是马英九这三个字蒙蔽了大家对这个事情真正的看法。如果今天把马英九这三个字拿掉，不是马英九，他就是一个有，因为他的业务，他可以签合国家的绝对机密的，非常高阶的机密的人。那我们放不放心这样的人，他在卸任之后一个月或一个多月去香港这么敏感的地方，其实就这个问题而已。比如说他可能是国安局长，他可能是一个副总统，他可能是一个其他的高阶的军事将领，我们放不放心这样的人去？这个放不放心不代表我们对这个人人格上肯不肯定，我讨厌他或喜欢他，而是从一个国家机密保护的这样的制度，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我们应不应该让这样的人去？法律本来就是去约制权力者的，即使这个权力者是刚刚卸任，因为他的权力地位之前权力地位而来的这些业务，他的这些机密，他能不能放心的让他去？法律版就这样，法律不是管人到底有没有良心，法律不是管这个人讨不讨厌、可不可恶。这马英九惹不惹人厌，跟这个议题根本没有关系。回到就是法律的问题。所以你的意思说，泄密这个命题是成立的？我觉得大家只要拿掉马英九这个问题，就可以看清楚了。国安局长能够在卸任之后一个月跑去香港跑去北京吗？大家会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很 OK， 拍拍手，你只要你申请，我们就让你去，有这种事吗？我不相信是这样子。一定很多人在质疑，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如果马总统真的要泄密的话，真的不用坐飞机跑到香港去泄密，赖一下 Facebook 一下，微博、微信一下，什么密都泄光光了。泄密真的足够充分吗？我讲白了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拿这个当作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你到哪里都可以泄密，所以我就连这个门都让你去。我觉得这个逻辑很怪。我在家里可以泄密，所以呢，所以我就可以去香港。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是不通。从法律角度，没有我想不通哪一个法律是这样子。对不对？不是吗？而且大家知道，在台湾内部，我讲白了，大家也都知道，台湾打去北京的重要人士这些，或打去大陆的这些电话，本来很多都会被过滤的。这些本来都有很多的监控存在，这都是事实。我讲我自己，我不是什么咖，我也没有什么秘密。但是我当到国民党发言人的时候，我跟主席请假，说我过年的时候要去出国。你知道我主席第一句话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是朱立伦，他跟我说什么？你哪里都可以去，不能去中国大陆。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泄密的，包括各种社会关，中共会用什么样社会关系去影响你或什么？真的。朱立伦当时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这个，你不能去中国大陆。我们来看看总统府的这四点理由是否足够成为不让马总统前往香港的这些充分理由。对于本案的准驳，专案小组考量的理由共有以下四点。第一，马前总统经管或接触之国家机密甚具，且因府卸任不到一个月，
相关机密仍具高度保密之必要。第二，马前总统任内所经管或接触之国家机密档案及资料，尚待更多时间清查确认。第三，香港对我国家安全之维护系属高度敏感地区，卸任总统于出境管制期间造访香港的风险难以管控。第四，国安局与香港政府相关合作并无潜力可循，赋予本案时间紧迫，难以与中国大陆及香港政府充分协商。不，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所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点是否足够成为说服马总统或社会的理由，包括说啊，你才刚卸任还不到一个月啊，你所有的这机密都还有保密的必要，你到底接触多少机密还要好好来查，香港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以及时间不够。马总统或者是马总统的办公室他们讲说啊，我都还没去你就认定我会泄密，这是对卸任元首的极不尊重，也是对台湾民主的讽刺。他举李前总统为例，他说李登辉89年520卸任，6月27号就跑到英国去了，难道就没有泄密之余吗？标准何在？为什么差别待遇？然后至于说，哎，香港高度敏感，马总统说，我刚才去7点钟呢，当天来回不过夜，我连女儿都没看，然后所有的行程都公开，都是透明，都没有私下任何的行程，怎么泄密？再来时间不够。就刚刚世伟兄说的啊，其实长期跟香港警务处都有合作，关系良好，怎么不能够合作运用？我们再来看看反对蔡英文总统这个决定的这些说法。马总统说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合理？全国都在看，都有公平。文传会主委周志伟他说呢，拿机密国安来当借口，现在科技发达，府方的理由全然不值一驳。国民党党团书记长他说，马前总统在香港只有7个小时，你要用国安理由来限制他出访，凸显蔡英文总统很小气。副书记长王玉明说，很多台湾民众都很愤怒，犯罪的陈水扁可以啪啪走，马前总统却处处刁难，更看清楚蔡英文的双重标准。黄昭顺说，香港是敏感，是风险高的地方吗？把香港列为风险敏感区，这是全世界的笑话。我再请教一下赖老师啦，针对不管是蓝营或是部分人士的疑虑，这样的决定真的是合理吗？我们就先讲哈，就算有时候那个香港那个不是高风险的这个敏感区域，我是觉得那个，我想不同的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那基本上，那就像其实刚才那伟忠兄所讲，你把马英九这3个字先把它拿掉 ，OK， 那你把它换成别的职位，国安局长，嘿，国安局长，国安会秘书长，对，甚至包括陆委会主委 ，OK， 那这些的人如果说限一个月就要过去那个地方。那你说，你如果是你主管单位，你会不会就轻易就会放他们过去？即便是说他会宣称他所有的行程通通都是公开，因为中间的那个不确定状态太多了。而总统本身特别是前总统来讲，本身他还有国安的 detail， 他还有这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那个作业，所以他的那个复杂性是更高。那其实刚才就是说，世维兄有提到，就是说，既然那个机密保护法他是来约束，他是来管制嘛，所以他认为说，应该是。人犯法了以后，怎么用透过这个法条它本身的完善，它来约束这些人，而不是一开始就怀疑这些人。但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很简单，那是不是每个就是直接不用报备，也不用要求核准，就先过去嘛，然后再看他如果说他有犯法了以后，他回过头来，然后再来去处罚他就好了。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白有很明显的要求，就是说这是不是要进行管制，要申请的嘛？是，所以说其实申请的动作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就是说包括说那个决策单位对他的一个评估，就是犯罪的预防嘛？没有，不是犯罪预防哦，而是说如果他准许了，就表示说他会对之后所发生一些其他的行为，他也会负上连带责任。OK，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概念。嗯哼，好，如果说那个你那个我这边我就是不同意让你过去，啊，你自己还是要过去，好，那可能有别的那个东西要去处理。但是哈，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在那个核准的过程本身呢，为什么核准过程本身那个大家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觉得不要把它很单纯想到说是我对你个人信不信任。
因为它实际上它涵盖的是机关这个 institution 这个机构，它对于这些行为它本身要不要负上连带责任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核准了，我一定那个后面的包括说总统的规格的问题，然后前总统他在那边所那个在进行的一些所有的作为的时候，我这边要给他提供一相对的便利，我要用我国家机器跟对方怎么去协商，提供给他应该要有的一些待遇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嘛。那当然，那个就是说，蓝营的朋友会讲到说，哎，我们跟香港的警政单位不是也都有很好的这个关系吗？所以说，为什么不能够处理呢？但是对不起，国安和警政究竟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总统出去，照讲那国安的那个人员，他到那边他是可以配枪的哦。如果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因为他保护啊，好，包括前总统在内哦。所以说，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怎么会是一般的我们讲说警政的这种我们讲说过去的联系如何来处理？半年之后，马总统在三个月前提出申请，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标准，蔡英文政府就应该要核准了，是不是？没有，这个跟时间上面是无关的。可是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啦。时间准备就要看到具体的状况。如果说像这次他又要再去香港，然后呢？当然，这个金兰姐她是讲到说，中国啊，如果说没默许，香港不可能会发这个邀请函出来。好了，那她要去香港，那我们那中间的那个联系的过程，要确保她是那个卸任总统哦，是前总统哦，好。那如果这个地方中国他不准，或者说他有一些其他限制，那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怎么办？总统那个我们能够核准他吗？当然这是一个。但如果说他已经例如说超过三年以上，就一定的年限了，实际上有关卸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的要求身份的敏感度就没那么高了。他就可能就真的大家就可能是说就真的一个平民。例如说以现在来讲，那个前阵子我上去韩国就碰到什么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在干嘛？他就是和他的一个随扈两个人啪啪走过去，就在机场里面。大家如果说不是我认识他，还不晓得他是谁。但是就鸠山由纪夫已经卸任多久了，对不对？他的前首相卸任多久，已经是怎么样？所以说基本上这当然还有这个年限上面的要求。但是我讲的是说，当然那个每一个那个案件来讲的话，他有他自己的共通性，但他有他独特性。可是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形来讲的话，你说的确在一个月之内，然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是觉得啊，那个就总统府来讲，他要核准，要核准之后要负的连带责任，他的确是负担不起。四位兄弟怎么样看待了哈？当然有反对蔡英文这样子一个决定，可是也有支持蔡英文驳回马总统申请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来看看民进党发言人说，透过这个 case 哈，政府已经建立严谨可行的审核制度，落实国家机密保护法立法的宗旨，确保国家的利益跟安全。民进党立法委员说。国家机密保护法施行细则就是说，你20天前你都要申请了嘛？你6月15要出国，6月7日来申请，程序不符，没有香港敏不敏感的问题，只有依法行政。亲民党也讲话了，副秘书长刘文雄说，的确，过去李登辉可以出国是因为没有国家机密保护法，可是现在有了啊，所以你就要依法来处理啊，不能说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你现在也不依法。再来，两岸政策协会副理事长他说，马总统出访的正当性。明显不及之前的李登辉总统，而且时间点是不合宜的。总统府考虑为安，不是要阻扰马总统去演说。那甚至总统府也建议说，啊，不利的用视讯嘛，哈，啊，像我们也常常在用视讯啊。核定原则跟考量呢，这个都是合理的。你怎么看？同样的，我先说一下刚刚伟忠跟这个赖副执行长说的哈，如果今天把马英九拿掉。是国安局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局处重要的人士，你就会觉得讲说，哎，这个机密很重要。但是我必须要讲，今天就是因为他是前总统，他是担任过总统的人，他是马英九，所以说你必须要以马英九来做考量，你不要有其他人做考量。如果今天马英九他去香港，他申请的是七个小时，不是七天，七个小时，而且他是全程都在公开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监督之下，他会去会见什么人？如果假设今天是其他的国安局长或者谁有媒体去跟监吗？没有，他们去的是七个小时吗？我们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就事论事，今天所申请的是马英九，他担任过总统的人。同样的，以作为总统的人，以马咱国家机密保护法，他所规范的是在哪里？他也知道国家的一个安全机密性。就如同刚刚信中你说的，现在科技的一个时代，你如果要泄密太简单了。哎，去年都习近平两个关起门来，没有任何的媒体。哎。那个时候都在见面了，那现在他卸任了。我请问，他今天作为一个总统的一个做过总统的一个高度，
他有可能跑到香港，为了这七小时，然后去那边去泄密，然后泄露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个安全危难吗？我相信不可能。那今天没有错，你是要以国家机密保护法去论法。那我刚刚就讲了，依照你蔡英文政府你的一个权责，那当然我们都尊重，只是我们会觉得讲说，你上任不到一个月，两位的前总统，前后任的前总统给你出的难题，就如同刚刚金兰姐所说的。陈水扁还没中间发新闻稿，还没同意之前，陈水扁怎么放话讲的？嗯哼，哦，你得要马英九出国，算了，你不爱我去参加，无宽产会。马总统也在出国，我不在去台北。结果现在怎么样？颠倒过来。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啊！我特疼爱的人哦，会爱的囡仔哦，哎，你可以去弄一个包厢。无讲话的人哦，点点看你准备的哦，结果你无必要去啊。那我今天就问嘛，今天如果国家机密保护法，你讲说一个月的一个香港。他卸任还不到一个月，他去申请，那我请问，要几个月之后才可以去香港？嗯哼，好了，那今天香港不能去，如果申请其他的国家，你可不可以让他去？今天你讲说20天、15天这样子不是时间的问题，现在你又讲说维安的问题准备不及。好，我请问了，国家机密保护法界定严格一点，你告诉马前总统，未来你卸任你要申请去哪里？是多久之前你要提出申请？到哪里你是不敏感的地区，你可以去？如果说以今天同样的我们国家机密的一个保护原则来讲的话，阿联马总统，你今天吼，你卸任这三年，你都没再出国。那四伟兄，你会不会？其实我们就摆明讲，其实就真的是蔡英文总统不信任马总统。信总，你讲的很对，我刚刚就讲，他不信任马总统，政治问题。那我想问的是说，这个不信任，当然有人跟人之间的情绪，有之前的一些经验，但是在制度上。的确，国家机密保护法是赋予原单位，就是总统府，有准驳的权利。可是这个不信任，是不是又反映的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是不是马总统在两岸的部分，恐怕会成为蔡英文总统的绊脚石？我们来看看今天《美丽岛电子报》有一篇是前扁办主任，他现在是《美丽岛电子报》的专栏作家陈松山，他之前也来上过我们节目。他谈到的确都有那些问题，什么泄密的问题啊或这些的，但是有一个很关键，就是这是两岸主导权的问题。陈松山说，不管马前总统要去香港的这个理由多么正当，或者是驳回理由多么正当，或是驳回多么的牵强，什么泄密不泄密啊这些的，这个都是不重要。重要是什么？这个跟两岸关系的布局还有未来发展有必然的政治联动关系。这个是蔡英文总统要贯彻他的主导两岸政治战略思维的意志，同时呢，也是对未来马总统到底他的政治动向，本来可能是投石问路，现在蔡英文总统透过这个动作，跟马总统讲说，你要清楚谁是老大的这个所谓的未来，可能是叫投鼠忌器。那中间谈了很多，特别是谈到说，蔡英文总统其实在两岸关系呢，就陈松山的说法是一把抓了。张小月呢，其实只是所谓的技术官僚，但是实际政策呢，都还是由蔡总统所谓的一把抓。蔡总统谈的是没有九二共识的九二精神，没有两岸同属一中的隐含一中等等的。但是现在政治上虽然还没有地动山摇，虽然还是政治偏安，可是这是短暂的。蔡总统必须在两岸上有所突破，才能对国际社会跟台湾民众化解人们对他的疑虑。所以包括他也谈到海基会的布局、亚太和平基金会的布局、远景基金会的这些布局，然后找宋楚瑜、找许锡良等等的。可是呢，不管怎么样，蔡总统是节奏掌握在他手上。就像我们在唱合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指挥，蔡英文现在是指挥。结果马总统现在想要跳出来说：“哦，没有哦，你唱的不是那么好听哦，我也想来和上那一曲。”这个时候是不是逼着蔡总统做出来这么一个重大的决策？两岸只有蔡英文说了才算。前总统马英九向总统府申请，6月15号前往香港发表演讲。总统府以4项理由不同意这项申请案，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卸任不满一个月，所知道的国家机密还是有高度保密必要，而且前总统马英九所经手过的国家机密有哪些，也需要进一步清查。另外，香港是我国国家安全高度敏感地区，加上时间紧迫，国安局维安方面的联系有疑虑。前总统马英九办公室也发出声明稿表示，总统府的决定似乎已假定马英九泄密机会甚大，是对卸任国家元首的不尊重。而且过去前总统李登辉卸任后一个多月就赴英国访问，已经有类似潜力。另外，马办也对于总统府提出的维安理由有所质疑，他们怀疑府方另有考量。
更有法律学者质疑总统府的决定是政治性的决定，法律理由并不充分。网络时代要泄密需要靠着亲自跑一趟香港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理由的话其实就是政治上的高度不信任。如果照这个理由，那最不该出访的是蔡总统，因为你现在拥有机密，那人家也不知道你现在机密会不会泄露。但有法界人士认为，国家机密保护法已经明令卸任总统三年内管制出境的规定，总统府是依法做出决定。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是三年，那三年之内国家就有权利，而且有这个义务去横酌所谓的前总统有没有可能到境外去做泄密。那不是说啊，现在通讯发达，我可以用通讯设备去泄密，就说那这条法律就直接废掉。我想这是两回事。这起事件是政治议题或是法律争议，各界各有看法，暂时没有共识。记者张雄、林志坚台北报道。所以伟忠兄，你认同陈松山前扁办主任所说的，其实真正的关键是马总统恐怕在两岸之这个议题上操之过急。这个很清楚了哈，我觉得因为总统是负责国安外交，这个很清楚。那他要全盘掌握，这个毫无疑问。刚才宜中兄提到鸠山由纪夫，这倒是让我想到，这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为什么？鸠山，我个人对他其实没有太多恶感。那他也是日本很特别的一个首相，可是他在卸任之后，其实做了好几件事情，也引起那跟出访有关。第一个，他卸任之后又跑去伊朗。那当时的日本的这个首相就要求他不要去伊朗，要取消访问。为什么？不能，因为他认为他会去做违背当前日本政府的不同方针的外交路线。OK， 如果他去会造成困扰，这是日本，这是一个民主国家哦，就要求鸠山由纪夫你不能去伊朗。当然，日本政府当然我没办法管制你，但是我要求你。好，那你个人要做出判断，这是第一个。那所以一个卸任的领导人会不会对现在的政府造成干扰，他的言论如果跟现在政府不一样，在民主国家当然会，怎么可能不会？我再举鸠山由纪夫的例子，他2010年卸任，2013年去中国，他在中国说什么？他说的话可能我们台湾觉得是或中国听起来是 OK， 可是日本人不 OK。 他说什么？他说日本政府应该要承认钓鱼台主权是有争议的，这个是违背日本政府的国策，所以在当时是被日本政府强力批评的。这就是一个现任的政府跟一个前任的政府之间，如果出现矛盾、出现汉格的时候，会对这个国家的整个国安的方针、外交方针会起到动荡的作用。这个我觉得不用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就在我们邻国的日本，它就发生的。所以你知道日本的国内，如果你去接触日本的外交人员，你问他鸠山由纪夫，他们非常尴尬。为什么？因为他许许多多言论跟现在日本的政府不一样，可是他是个前首相，这就给外国制造操作的空间。所以今天如果伟忠，那你这样讲就是政治问题嘛？不是，就是两边的，他就不是法律上的问题，不是泄密的问题。我刚刚讲过，这两个层次都有。这就是政治问题，它是政治层次上的。刚才主持人问我说有没有这个存在？当然有，就是要不要主导？当然有。他出去会不会影响？当然会有，但是在面对这些政治争议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回到法律面来处理。我刚一开始就讲了，这个议题本来就有政治层面，也有法律层面。如果去英国就没事，就看他讲什么嘛。我觉得重点在他讲什么。他今天鸠山由纪夫连去伊朗都被日本政府说你这样去是有问题的。重点在于我的这个方针适不适合符合现在民选出来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志兄，为什么马总统非得坚持在卸任不到一个月就要跑到香港去呢？我还是强调，马总统去的这一个演讲颁奖，它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啊，它并不是香港官方的组织。哦，他一月份的时候就要去，我还强调，他只有7小时。伟忠刚刚讲的很好，日本的鸠山由纪夫，他要出去的时候，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跟他沟通啊。我们讲到这件事情，蔡英文总统，你上任的时候，你不是讲说你的政府是最会沟通的政府吗？难道你跟陈前总统可以沟通，做包厢，然后再发新闻稿？为什么你今天不能够跟马前总统做沟通，讲说，我马总统，买啦，香港较敏感哦，无安尼是不是讲卖去吃，是不是？你有没有沟通？没有沟通。我们今天必须要讲，马前总统是在6月1日要提出申请，6月15日要启程。可是你在6月12日的时候，你对外发表讲说驳回，可是你在6月11日的时候，你已经跟特定的媒体透露第一时的一个讯息。可是你跟特定的媒体透露讯息的时候，马前总统办公室知道吗？
哼，我想不知道。不赖老师，我换个从两岸的互动这条路线来去思考。之前马总统在总统任内的时候，国共论坛，说在大概那个比较熟悉政治的人都知道，说那个其实对马总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掣肘。总统府要做什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恶鬼在那边牵制。这个问题会不会重演在蔡英文上任之后？又或者是说，说不定马总统可能成为蔡英文总统的很重要的两岸资产？我们来看看。两岸互动交流一直有一轨、二轨，甚至三轨了哈。一轨当然在李登辉前总统那时候是海基海协去做沟通，所以有人讲说是白手套。马总统呢，海基海协的这个功能慢慢退位，变成是陆委会跟国台办直接对话。二轨的部分，李前总统有苏志成、有曾庆红这个珠海、澳门密会；陈前总统呢，在两岸民航官员还有民间负责人身份也在澳门协商。蔡英文呢，也许未来在这些基金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三轨的部分就谈到所谓的国共论坛，那个时候阿扁在内的时候，国共论坛已经对阿扁来讲造成很大的这些压力。马总统上来之后，又有所谓的国共论坛。我想问的是说，这一次其实是在真的是两岸的主导话语权吗？我觉得不要把这东西想到那么多，因为总统他既然主导国安、外交、两岸，实际上权力在他手里，他要怎么做他就可以怎么主导。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他是不是担心马英九会不会抢夺他的话语权，或者抢夺他的主导权。很多文章基本上他都是一些 speculation， 都是一些猜测。好，就算是那个当年的确是我们发现到这个连战对马英九产生很多的困扰，但是我们也看到啊，2013年连战过去的时候，他回来马英九是怎么给他切三刀的，然后那个一切了以后呢，连战从此就怎么样，就垮下来，就逼着他那个一定要去争取2014年台北市长的这个参选权嘛，他延续他的生命嘛。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说，这关键并不是在于说他是不是怕谁。赖老师，你又讲到重点了。你刚刚把连战的例子说他要延续他的政治能量，马英九也是要延续他的政治能量，他才出此下策要做这个动作。那我假设，如果马总统后天在香港讲了说，哎，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很重要，什么什么，现那个都是在中华后天要讲什么，我们进行猜测。我觉得现在因为既然在讨论的是说到底那个他去不去，然后那个总统府这样做合不合适，或者是说对讨论是这个问题嘛。那像总统府他这边所讲的，他前面两项是跟国家机密保护法这边有关系，后面两项实际上是跟有关于现任总统他的这个国安以及他的维安还有他的尊严这边的处理和接触这边有关系。那实际上刚才当国民党的朋友他是认为他都把往往把这件事情认为说是不是怀疑总统泄密，是对马英九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讲说后面这两个考虑其实也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刚那个我们提到有关于包括说鸠山由纪夫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这个总统出访那个沟通的问题，也特别是我们的世维兄提到，当然我不在这里面，我不晓得具体的状况了。但是一般来讲，在递出申请函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先沟通？不是说递出申请函之后，然后再讲说我已经要准备要过去了，准不准你看着办这样子？是现在沟通是准不准我去？不是说在之前先沟通说，我可能打算要怎么样做？那你的考虑在哪边？因为在这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是李前总统，也跟李前总统有关。2002年，但是两年了以后他卸任之后两年以后，他去2001年，他去日本。当时如果说大家都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要去日本，他说要去日本嘛就医，好这件事情。实际上那时候我在驻日代表处里面，我知道在李前总统他要递出他的函件，他要求出去的时候，他是跟总统府里面跟那个扁政府那里面有多少的这个沟通以及事前的协商，好要怎么去保证，而且那时候整个驻日代表处是怎么样去投入来确保李前总统他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然后同时要怎么去跟日本政界要去讲，因为的确当时日本政界对我们台湾现在的态度那个不像现在那个这么友善，当时日本政界特别是从这个官厅那边过来，对于这个李前总统认为说，这是中共最讨厌的人，他怎么可能愿意会让他过去？所以当初之前是有多少的沟通，而且在正式要提出来之前，实际上是已经跟那总统府里面、跟我们外交部，甚至帮跟驻日代表处，李前总统办公室都有派人直接到驻日代表处来进行，跟那时候当驻日代表是罗福全一坐下，一个一个在每个步骤讲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那你觉得怎么样？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沟通是这个意思，因为究竟那个前总统出访，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我想我还请教你，然后就是说，马总统卸任到现在其实也才半个多月了哈，那真的有这么急着必须要出国去？我不知道那个政治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其实已经有三场了。第一个是之前说，哎，这是自由时报在六月二号的时候报道说，马总统要去新加坡。那是接受李光耀学院的邀请，也是要做演讲，然后要会晤新加坡的政要。可是新加坡政府说，我应该现在赶快跟蔡英文政府建立好的关系了哈。啊，而且你台湾驻新加坡的大使代表都还没来嘛哈，所以婉拒马总统。马总统说，阿伯今晚那不方便，我较晚啦，八月九月再来去，还没正式取消哦。六月十五号，也就是后天啊，已经被否决掉了这个香港之行呢，是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新闻奖的颁奖典礼，他要做演讲的嘉宾，所以你说他是民间组织也对，但是这个民间组织是不是完全不需要经过大陆官方的这些核可，这个就见仁见智。总统府驳回了，然后再来是七月呢，本来也要再去香港，那这是亚洲周刊的这个邀访，出席香港书展跟读者对话，可是马总统自己婉拒了。那理由是什么呢？说啊，我六月才要去的，七月再去太近了啦，哈，而且性质对象都不同啊。这个是公开演讲啊，这个只是跟读者对话，所以程度也不一样。马总统自己回忆说啊，不然我们视讯就好了。我想问的是说，辛苦了八年，休息一阵子，何苦这么急着出去呢？心中如果说我们唤起回忆，在马总统卸任之前，他接受媒体的一个专访，他就有在讲了，有很多的一个卸任之后，有很多的一些邀约。跟演讲 ，OK。那马总统那个时候就讲说，他未来他如果卸任了之后，他是离开总统府，他并不是离开台湾。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讲说，哎，他有这个人家告发了100多条的一个案子，甚至于讲说，这一个北检牵结的，然后剩下24件的一个案子。但是我们必须要讲，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是无罪推定论。嗯哼。那你目前来讲，那时候大家都在探讨的就是说，哎，他必须要被司法来做尽管。嗯哼。那那个时候就讲说，他还有一个国家机密保护法本身的一个出境的一个管制。是。所以说那个时候马总统就已经有预告，他卸任了之后。他可能会接受某些的一个邀约，他会去做这一个访问。不过我们再来看看这件事情对未来两岸路线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前总统马英九受邀到香港演说，不过昨天总统府表示，基于国家机密安全以及香港属于国安敏感地区等理由驳回申请。香港对我国家安全之维护系属高度敏感地区，卸任总统于出境管制期间造访香港的风险难以管控。根据邀请的亚洲出版业协会表示，马英九的演说是要分享对两岸关系、马习会以及南海紧张局势的看法。而事实上，马英九卸任前在两岸关系上不但促成马习会，并不断强调九二共识，但也遭到质疑是要借此框住下一任总统的两岸政策。去年的11月7号，我到新加坡跟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先生首次的会面，双方针对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交换意见，也做出了相同的一些看法，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蔡英文政府不明说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昨天重申，确认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两岸间制度化交往才能正常。刚卸任的马英九，如果已表定6月15号赴港演说，与24号蔡英文上任后首次外交出访的时间过于接近，不止去的地方敏感，演说内容也可能对目前停滞的两岸关系以及在台湾内部产生难以预期的政治解读。所以金兰姐，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马总统就被禁足3年喽。我认为，所有的这个两岸的关系都在蔡英文手上。我讲几个例子，我亲身的经历，他坐在圆桌的对面，我非常惊讶，因为那天没有谈到这个议题，他直接讲说国民党又去告状，穿小鞋。那这个话告状什么意思？跟谁告状？当然是跟中共。因为他上任以后也不断的，比如说陆客减少，比如说非常多的一个压力啊，那等等等等，有很大的一个状况，对于台湾这个冷淡，他的告状大概觉得说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紧缩不够，那个压力不够，天摇地动的压力不够，大
大概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讲。我要讲的是，我们没有问他主动这样讲，我自己看到，我认为他对于两岸的这一块他很有把握。那我认为他跟马英九之间的问题，是在于马英九突袭，马英九常常搞小动作。我再讲一个例子，罗文显那时候要出国，他去中国大陆访问，悄悄的去了五天，记不记得？那那时候，这个小灯泡的事件发生，他人就在中国大陆。那蔡英文我有问说这个事情，因为在交接，我们的政府跟政府之间不同政党的交接过程当中，还是出现很多问题，有说只有一张 A4 纸，所以那个过程我就问他，那这个事情，那他出国有没有告知你？他说有，可是我们不愿意背书。那请问一下，马英九要去这个香港这件事情，他自己讲，他一月份应允鹏他们天下，他们就透过相关的方式就告诉他有这个行程，今天又看到了。说这个另外一个出版社在这里面，那亚洲周刊的出版社也有这样的一个行程在安排当中。那他可不可以，就像刚刚大家在讲沟通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先跟蔡英文做相关的一个说明？那可是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他六月一号马上递状，然后我们又看到他又弄了一个第十三届总统副总统出国建议办法的十五天。那这里面有太多的小动作，那那个小动作都使得彼此之间那个互信不够。再讲一个，马习会的那个过程当中，所谓的维持现状，他一直在改变现状。所以你刚刚大家在讲这个，其实他最后的状况就是，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当然不能出任何的，刚刚讲的节奏也好，变奏也好，当然不能出现马英九在这里面出现的任何的状况。那在这里面，他要掌握全盘，他应该也是很清楚的，可以掌握全盘的这个状况下，那我讲了，马英九第一个，他的退休他没有办法寂寞过日子，他要镁光灯。第二个，他有很大的被政治清算、政治追杀的一个危机感。那他必须透过所谓的就战斗位置，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不能坐以待毙的一个方式。所以对他来讲，他就必须做出这些动作。那这个对台湾是好的吗？如果两个总统如此不信任的话，没有。没有对谁好跟不好，前总统陈水扁也在知道。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七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七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七，让精彩继续。阿苏梅中，花香哪去？就是要他们找不到，别我挑剔。哎。那个洗碗机在洗的时候，大家才可以去忙别的事啊。妈妈打蛇水棍上，趁机要修理我，怎么样？我当你曾家媳妇，我还不够容忍啊？妈妈说动我厨房就动我厨房，我有没有顶她？我有没有？我有没有？周一至周三晚间九点，我家是战国，就在公共电视。大家好，我是马怡中。《滚石爱情故事》这个剧集，它包含了二十首的经典情歌。当然不是我放的啊，只是。时间刚好，像《滚石爱情故事》这样一部多元化的原创戏剧，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公共电视播出，因为公视它也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平台。我很希望《滚石爱情故事》能够经由公视的播出，能够让台湾所有的观众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好的原创戏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滚石爱情故事》，多多支持公共电视，请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公视，支持台湾原创作品，请拨打捐款专线02-2633-9922，邮政划拨账号19213335，谢谢大家。嗨，我是机器人店长，最新一季的水果冰淇淋要开始喽！水果冰淇淋喜欢。好看的节目之外，还有好好玩的点石成金活动。记得准时收看节目，参加活动，就可以收集点数兑换礼物。赶快来看！请公司好好的尊重我们，我们是需要正常休息间的正常人。拒签保证之一。台湾航空史第一次空服员大游行，我要休息，我要休息。
实我们真的很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台湾航空史第一次空服员罢工投票，你的生物时钟已经完全打破。从空服员到机师，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上日期